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7月14号星期六，农历是6月初二。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你好。你好，请讲吧。师傅。请讲。1990年的马。讲得响一点。喂，师傅，我是1990年的马。嗯。1990年的马怎么样啊？看看身体。不好啊，都不好，听不懂啊。事业嘛不顺，婚姻嘛不好，你脾气不好，你听不懂啊？啊？对，我脾气特别不好。你说说看，这不是报应啊？你脾气不好，你叫人家婚姻好啊？你说婚姻怎么好法？你讲给我听啊。你要人家对你好，你不对人家好，一样道理吧？你自己不改的话，你说你叫人家改怎么改啊？你自己知道脾气不好，你闹到后来，你说婚姻不好的话，家庭不好的话，你说你事业会顺利不啦？我知道了，师傅，我错了，我一定会改了。我跟你讲了，这个命运跟自己的性格啊，自己的习惯啊，命运啊，跟你自己的选择全部都有关系啊。你做人啊，如果不能改掉自己脾气的话，那你就走命啊！哦，知道了，师傅。自己要好好改的，你修了多少时间了？讲给我听啊！我刚修，没有多长时间。那当然了，你刚修啊，等于你刚吃药，你病怎么会这么快好啊？听得懂了吗？你过去比方说一个老毛病，一直这么长时间了，你突然之间开始现在吃药了，明白了吗？你马上病就会好，要改彻底改，啊，要讲得起，啊，要对人家好。有时候要知道，婚姻的维持就是靠着相互的忍让啊。听不懂啊？听得懂。你不忍让，你说你不让他不让你的，谁让谁啊？谁卖谁的账啊？这个社会。是的，师傅。知道吗就好了。那我的婚姻，我就婚姻以后会怎么样呢？不是太好，你的命根当中婚姻运非常不好，两次三次都有可能的，要看你自己了。你如果自己要改变自己的话，你必须接受现在很多的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再慢慢再来改变它。师傅，那我该怎么做呢？你该怎么做？每天念姐姐咒念49遍。也接受49遍啊，然后念往生咒念49遍，心经。哦，我现在。心经给对方念9遍，自己念21遍。对方9遍，自己，对方是谁呀？你的感情运，听得懂了吗？跟谁感情不好就给谁念，听不懂啊？听得懂。好了。那我大悲咒呢？大悲咒自己念17遍。礼佛每天念2遍，要改变自己，听得懂吗？听得懂。您帮我看一下，我身体有没有灵性啊？你身上有没有灵性啊？有啊，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对。我打过两个。打过两个，消掉一个了。你念打过打胎的时候，你现在念过经不啦？念过经吗？就是你自己操度过自己孩子不啦？好啦，已经被你操度掉一个了。一个孩子。还有一个。那我这一个孩子要念多少个？要掉多少个小房子？我现在还没有念小房子呢。你没念小房子，现在我就看见一个，你赶快念，要43章。43章。嗯，一个是女孩，还有一个是男孩。一个女孩现在不见了，现在只剩个男孩了。43章小房子是吧？43章。是，我听到了，43章小房子。师傅，我以后的事业会怎么样？你以后的事业会怎么样啊？脾气改了，一顺百顺；脾气不改，你就按照命运走吧，该倒霉的时候倒霉，该顺利的时候顺利一点点。听得懂了吗？人生命运就是这样的。
师傅，我现在放生要放生多少？200条。200条。你记住了，你的事业，如果你的感情运摆不平的话，你的事业运不会顺利的。你倔有什么用？我告诉你，你倔了这一辈子了，你倔到现在了，你说有什么用没有？师傅，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这是我就跟你讲的，这是感情运。男朋友谈了多少时间了啦？刚谈也就一个月吧。哼，属什么的？属羊的，1991年属羊的。你呢？我是1990年属马的。嗯。你说说看，这个男的花不花，你就知道了。这男的不花吧？哼哼。你不太了解，不太了解，你怎么知道他不花？对我挺好的。是啊，是对你很好啊，不对你好，他怎么跟你谈恋爱啊？哪一个人感情出问题之前，对，如果对方不对他好的话，能维持不啦？你告诉我呀。师傅，那您说我跟他合适吗？以后有未来吗？我不知道。你自己好好念经吧，求求菩萨保佑你吧。我教你们的法宝，你们好好念。一个月，你看看他对你动手都动脚吗？你要是说实话的。有。好了，这还不懂啊？这叫肉体的爱，不叫精神的爱，听得懂吗？我知道了。这叫欲望，听得懂吗？一个月都憋不住的人，你说这种人怎么样跟你那个啊？好下去啊？知道师傅。嗯，好了好了，好好念经了。感恩师傅。啊。嗯，知道了师傅。嗯，好了好了。嗯、感恩您。啊，再见再见。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嗯。喂，你好。喂。你好。哎，台长你好，台长。你好。我这里好小声，台长。哎。哎呀，太感恩菩萨，感恩菩萨。师傅，我想问一下我的我是，哎呀，不好意思，我很紧张。嗯，哎呀，嗯，讲吧。师傅，我是84年属鼠的女的。嗯。然后问一下我的身体。身体啊，嗯，84年属老鼠是吗？对对。哎呦。你的身体啊都酸痛啊，腰啊酸痛，是是是是啊，关节都酸痛啊，是是，哎呀，对对对对对，哎，我告诉你啊，颈椎也不好啊，颈椎啊，对，对对对对对，哎，还有啊，手发麻，手呢就有时候就是那个肩颈酸痛的时候呢就会发麻。啊，我就跟你说了，手会发麻的不好啊，你的血颜色特别深啊，血凝度特别高。哦，你吃全素了没有啊？哦，还没吃全素啊？我吃全素了有一年了。一年了，你要稍微当心点，鸡蛋蛋黄少吃一点。哦哦，好好。好吗？好。嗯。嗯嗯嗯，师傅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身上有灵性。喂，身上有灵性。嗯嗯嗯嗯嗯，我应该烧32张，36。32张。36。三十六。嗯。哦。好吗？嗯。哦，我打他的孩子超度走了没有，师傅？啊，你不只打一个了。嗯。是是是是。啊，呵呵，超度走一个。是的。还有一个哦，啊，嗯，要多少张？这个26张就可以了，嗯，26张是吧？嗯，你现在是不是有孩子是吧？嗯，我没有孩子。你没孩子啊？你命根当中应该有，还应该有孩子的，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反正我现在我是离过婚了，离过婚10年了，嗯，嗯，然后到了很多夜，师父向你忏悔。我知道，看到了。
很麻烦。嗯嗯，然后我许了愿，我许了愿就是断淫欲，然后我现在还没怎么说呢，悟性还没有到。悟性什么叫悟性没到啊？做了就做了，就是、断掉就断掉了。嗯嗯嗯嗯。听得懂吗？嗯，好，听懂。好吗？要自己要干净，一定要干净，明白了吗？我学佛之后就没有再那个了，我知道，我知道错了。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了，过去犯的邪淫罪，这些都是很厉害的，他这些东西都会以后帮你记录在地府的。是我很愚痴，师父。你呀，我现在很困惑，我很困惑，我就是自己就是意念不干净。意念不干净是靠长期的，靠长期的干净，靠长期的修为才能改变的。嗯，明白了吗？我就是很困惑，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去改变我自己这个恶习。好好改变吧，你现在必须要克制守戒。嗯。我告诉你、你的妇科已经一塌糊涂了，你还不守啊？你自己不知道啊？小肠这里，我现在子宫这里，小肠这里啊、还子宫这里都有，有时候会痛啊。我告诉你，已经长肌瘤了。是吗？我没有去查过。你查嘛就查出来，两个。我这个应该要多少张小房子？你要脑子里要清楚了，不要再去犯任何邪淫罪了，明白了吗？这小房子，小房子好好念了、像这个要63张。63张。你曾经有一个男的，长得很漂亮，很憨生的，就是不戴眼镜的那个男的，鼻子是肉的，肉鼻子。我都看见他了。那就是说以后我还会有婚姻是吗？是这个意思吗？你都戒邪淫了，你都不想要了，你还要什么婚姻啊？对对，刚才说是我有一个孩子，那我就想问一下。不要了吗？不要了吗？就没了。明白。自己跟菩萨讲了。好。你苦头吃的还不够啊？你感情上吃苦头吃的还不够啊？对，师父，真的差点被人家打死了，还不知道啊，真的。忏悔啊，师父，忏悔，好好修了，真的，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这个东西不是假的，只有自己真的开悟才行啊，不开悟哪一天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明白了吗？好好念，每天念心经啊，愚痴要念礼佛，每天念5遍礼佛，念五遍，你这么念下去会好的，好吧，师父，我还想问一个亡人。讲吧。我的父亲他姓周，一周的周。叫周什么？他林，就是树林的林，就是他有两个名字的，但是他后来就是经常叫的是周林，就是树林的林，经常叫的是周林。啊，这个人不行啊。还在地府。他现在在哪？在地府。哦，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63。63张。他走掉之后，你做梦做到过他的？我，但是最现在后面的那些几年我都很少梦见，就是他刚刚走掉的时候，对，他几年了？对，几年嘛，当然不理你了，人家在下面。对，那我之前烧的一些小房子，他收到吗？收到了。哦，我念经的那个质量怎么样，师傅？你知道你爸爸做错过一件很大的事情，知道吗？在感情上。我不知道。在感情上，你爸爸曾经做过一件很大的错事啊。哦。听不懂啊。我不知道他拉到下面去过了。哦，他就是癌症，走的时候很痛苦。我就跟你讲，你不要讲了。他骗你妈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妈也是得的病很重，现在哎、嗯。我跟你说了。不知道怎么说，她已经很多年了。我就跟你讲了，你跟我记住了，这种都是不是不报、嗯，时候未到，所以你现在还好，帮你爸爸念几张小房子，你爸爸还上来一点呢。哦，我继续念。好了，继续念吧。好，好了。师傅，麻烦帮我看一看佛台，我的佛台，我们家的佛台。哎呦，佛台不大好、啊。不大好啊。嗯，你还供什么？你还供哪位了？除了供我们心灵法门的，你还供了哪位菩萨？没有啊。看一看。没供啊，一个都没有。左面是左手进去的。没有供的话，有什么陶瓷的什么艺术品吗？左面没有。想想清楚再回答。左面。陶瓷的东西没有啊。有没有画像啊？也没有。你再看看。是一进门的那个地方吗？对啊。一进门没有陶瓷的，就是小孩子画的那个画。贴在墙上啊？啊，对。对。啊？进灵性了，听得懂不啦？进灵性了。哦，那个框要取下来是吧？对啊，是不是在左面啦？进门的。进门正面的哦。对啊，偏左的。现在他这个灵性在左面。哦，那这个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七张我是写房子要经者就可以了是吧？对啊，画了什么东西像画个符一样的。好好好，哎，乱七八糟的，不要乱画呀，孩子叫他。嗯，符一样的东西。对啊，小孩子乱画啊，灵性进去了。他没有，他画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画，反正好了、很多的什么，这还不懂啊。嗯、哎、哦哦，好，我取下来，不好意思。嗯，好了，嗯，跟你们讲，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好了，再见。嗯、对，不好意思，嗯嗯，好，再见，拜拜，嗯。喂，你好。Hello。你好。台长。喂。哎，你好，我高兴，感恩关心，感恩师傅。啊，师傅啊啊，我是属羊，67年的。想看什么讲吧？想看什么？啊、我要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头上有，身上有灵性啊，头痛，经常头痛，晚上睡眠不好，嗯，啊，然后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啊，你这个记忆力极度的衰退，脑子越来越差，啊，听得懂吗？那我一直上厕所。嗯，我一直上厕所小便。肾脏不好。肾脏，哦，还有泌尿系统，我看一下啊。啊，对。啊，你这个小肚子要保暖呐。想保暖啊。啊，你穿的太少了，你一穿的少，你就一冷的话就想小便，听不懂啊？哦。明白了吗？哦，好。还有肠子，小肠有点粘连。小肠点上脸，像我的头哦，我的眼睛经常不舒服。看见了吗？我已经跟你说了，在头上啊，灵性啊。哦 ，OK， 像我要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我曾经给师傅看过图腾，嗯，我就是上厕所了，师傅叫我吃那个杞菊地黄丸跟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补肾脏的。你这个也可以吃的、啊、你这个六味地黄丸也可以吃的，少吃一点。这样我可以换六味地黄丸吃。你可以换六味地黄丸吃，你的肾脏会好起来的。你主要是我看你这个有肾结石在里面。哦，肾结石在里面。啊，而且你是主要是小便不干净，你知道吗？老觉得有尿意。明白了吗？对。啊，对。自己要当心了。这我要。对，但我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现在有个老太太在你眼皮在往下跑的。老太太在我的往下跑、啊。在你身上，在你头上啊。哦，这样我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63。嗯。
13，我刚刚念完宵夜上的小房子，后来我又在许愿108张，是针对我上厕所的。嗯、对。像我就是许愿念那个108张，同时又在念那个63，是我身上的灵性。对对对，嗯。那我要放生多少条鱼？你要慢慢的放，大概要600条鱼。嗯。OK， 像63张小房子，我上放完了，要这一波，然后又再念一波63，一直念到它好为止。对对对对对。啊，那我想请问，就是我还有啊，有多少？我还讲你啊，我刚看你图腾啊，脑子里各种各样的图片太多。啊？什么？图片各种各样的形状，我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的图像都在你的脑海里啊。哦。你看了，你可能看到太多连续剧了吧？或者看看那些画报啦，或者那些不好的东西啊，你都接触太多了。哦。可能我有看，有偶尔我先生开，我就再看一下子这样。你不要看的，你不要看的，你不行的，你不行的，这个不能看的，嗯。好的好的，我错了，好吧，我改。还有把两个手啊，两个手念大悲咒念完之后搓一搓，然后搓自己的后腰。哦，好吗？好，啊，可以。师傅，请问我的业障多少？Hello? 我在看，没那么快。哦，对不起。你电脑们还要半天呢。哦，对不起，师傅。哦，你前世学过密宗的。啊？你前世学过密宗，你拜过，你前世学过密宗，拜过那个药王。以前呢、啊？哎，药师王，嗯。哦，药师王。上辈子、哦，嗯，我看到一个头上冒火的一个菩萨，你在拜他，哦、嗯。哦，我曾经梦过我祈求夜光菩萨让我上厕所的病好了。嗯，你看了吧？你不要乱叫啊！你要叫观世音菩萨们就好了嘛。嗯。你这个东求求西求求，其他菩萨来了。啊，我听不清楚这个。我说你东求求西求求，其他菩萨来了，有的是护法神。哦、做梦了。做梦了，哦、做梦来了，不可以了。你就求观世音菩萨呀！哦、你现在修心灵法门、哦，你就一心一意求观世音菩萨不就好了？哦，我以为夜光菩萨是我要多念礼佛，因为礼佛里面有夜光菩萨。念呀、啊，礼佛肯定要念的。你这个是上辈子的邪淫啊，很厉害的。哦，嗯、好好好。像师傅，我业障多少呢？比例？你看看，你今生会碰到三个男人，对你生命当中，就是说对你，对你印象很重的，就是对你刺激很大的，有三个男人。啊？你这辈子有三个男人，就是上辈子欠人家的，哦、听得懂吗？哦，哦，好好。好好好。像我业障很高了，一定很多了。对啊，业障现在还可以啊。29啊。哦，好的。就是师傅我之前在去年我2017年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突然间在半年之间他过世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坟墓的事情，因为他们去有经过师傅录音讲有那个树在那边是不好的，后来他们就是我少少叫人家去砍那个树，有听到那个树有哭的声音，然后呢我就许愿念49张小房子，就针对还有我妈的事情老人家，然后我就念21张小房子，师傅可以看这两个亡人现在在哪里吗？就是这两个亡人实际上就在坟墓里的，哭了。这两个坟墓这个两个亡人，一个是陈兆光，就是啊，我就跟你说呀，你的话都讲不清楚。其实你们去砍的话嘛，就是他们的两个坟墓呀，过去过世的呀，叫什么名字啊？陈兆光。东城啊。东城兆是易兆的兆啊，有易兆的兆。光。光线的光。哎呦。圆脸，扁的。啊。
圆，比较脸脸型比较圆的，扁的脸。嗯。鼻子也不是很高。嗯。他在哪里？还在人间，还在坟墓里呢。还在他的坟墓里。哇。他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一股怨气没跑掉，死的时候很痛啊，痛得不得了。嗯。对对，后来他就是因为过世之后，就造成第二个哥哥过世。后来他们去问姐姐，女儿没有修，他们去问通灵是说我第二个哥哥过世，可能就是我爸爸的那个坟。谁叫你们去找通灵人的啦？没有，我姐姐的孩子啊，他去问说为什么突然不要去找啊？对对，去找他干嘛？好好，好的好的。突然之间呢，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来报仇的、报冤的，一个走了，一个就走了，明白吗？将对对，将还有另外一个，将我这个大哥的他的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78张。嗯。78张。还有一个第二个哥，就是一个在2月过世，一个在今年去年的9月，他是陈兆銮，那个銮是我知道，一点一横。一点一横，然后下面一个金啊。对呀、啊，对呀、啊，金啊，就是金銮殿的銮呀，这还不懂啊？啊，对了，对了。嗯。他在哪里啊？这个哥哥还在。叫什么名字啊？陈兆銮呐、啊。啊，陈兆銮。哦哟，都不是很好，也是孤魂野鬼，不好。赶快给他念，他们会影响你的。哦，听不懂啊？他在好，他在哪里现在？就是在地府啊，在地府呀。我在念多少张小房子？给他这个要78张了。嗯。78张。哦，好。好吧。但我的大哥他。好了好了，不看了不看了。啊，感恩师父。你自己好好把他们念掉，你不念掉的话，我告诉你，他们会害你身体的。他会什么害我？害你身体的。哦，好，师傅，我的佛台可以吗？我家佛台是不是在偏右面啊？进门的左手边。不是啊，进门的左手边，这个房间，进这个房间的右面是不是啊？右边不是，右边是，哎呀，我头痛，因为那是我的孩子。好了，那麻烦了。左边一塌糊涂啊，听不清楚。左边一塌糊涂，菩萨都不来的。你只有、啊、你只有赶快把佛台往右边移呀、啊。右边后面是厨房哦。厨房再不要移到厨房前面一点点呢。这里不是有一块地方很亮的吗？我的进门哦的前面就是菩萨，就是佛台。对呀、啊，不可以的呀！面对着佛，怪不得的。门开门见佛的话，不行的。那我要放在哪一边？就是我叫你、就是，我叫你把佛台往右边移，你听懂了吗？右边哦，就是放电视那边。对，那地方还靠近窗户。哦，我懂，右边就放电视那边。哎、明白了吗？哦，嗯，好。好了，感恩师傅，师傅谢谢。再见，再见师傅。嗯，啊，最后一个5分钟啊，嗯，喂，你好，感恩师傅，啊，赶快，麻烦你帮看一下1971年的猪男的，1971年猪男的，想看什么讲吧，自己肩章自己背，想看什么讲吧，那个看他有那个，他有两个小组，一个是设佛台小组，一个是放生小组。他想看一下子，这个有没有问题不入法？那个设佛台小组里边有一个人比较功高我慢，而且呢话比较多，点子比较多。这个人你叫他老实一点。男的女的？男的。他说有一个人是稍微有一点点神通。男的好。有一点点神通，不知道是不是他。啊，那就是他了。他能看菩萨什么什么的。哎，瞎搞。看到菩萨什么。瞎搞了。他说去法会的时候师傅给他关过一回，但是后期又开了。又开了。我给他关过一次的、是吧？对，关过一次，然后又开了最近。然后他们。你叫他不要去。他们这个整个。
叫他不要去追求啊，不要去追求神通就好了嘛。哦，不要去追求神通。嗯，他老是他那个，我听这位同学说那意思，他老是就是帮助大家设佛台的时候就给大家看一看，偶尔的像师傅说的就是点一点。少讲少点、嗯、好吧，就这个人。好讲，嗯，明白、嗯、明白。他放生没有问题是不？放生没问题。嗯，行，那就是这两个挺好哈。他的那个小房子质量怎么样？谁呀、啊？几几年属什么的？71年的猪，男的。质量还不错，嗯。质量不错，业障比例。13。啊，是，哎呦，这么好，嗯，感恩师傅，那个，嗯，哎，太好了，那个，嗯，嗯、那个下一个人，1976年龙女的。看什么讲吧。他的那个图腾颜色和他想改毛病，修行方面。图腾颜色偏黑，偏深色，改毛病，身上的毛病已经在皮肤上体现出来了，就是往生都要好好念，过去吃的活的东西太多。哦，好的，听得懂吗？然后那个，你去问他，听你去看他，他皮肤一塌糊涂的，皮肤很不好的，长疙瘩。他的皮肤经常长疙瘩、啊、嗯，对对对对对，嗯，好的。然后他业障比例，几几年属什么的？1976年龙女的。27。27。有个师兄师傅，您能95年的猪女的，他那个签证，美国签证，想去美国拜师，但是卡住了，现在不知道看看卡在哪儿。95年的猪女的，95年的猪是吧？啊，担保的问题，嗯，嗯，他应该怎么做心法门？嗯，很简单，叫他念点准提神咒，然后跟观世音菩萨说，然后叫他重新换一个材料，再去签。换材料。啊，换这个担保，那个、还去他这个公司还是不要这个官司公司了，可能要换个公司了，嗯，换个公司就行了，好吧，嗯嗯，放生方面呢，嗯，放生方面呢，放生方面还要放120条鱼，好的，然后你能看到王什么杨斌，你告诉他，只要他真心想学佛的话、嗯、拜师的话，他应该签得出来的。师父已经给他加持了，好了。谢谢师父、嗯，嗯，他都许愿清修，但是没有许愿，就是现在先暂时放在行程上。叫他不要，谢谢叫他做不要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好了好了，嗯。哦，嗯，师父最后加一个，求您了，杨斌，王人，杨树的杨，文武斌，他今年2月份去世的，他还要多少张？在御界天很高、嗯、哇塞这么好，那个还要多少张、嗯、他妻子给他一直念加阿弥陀经和、没有什么和礼佛大忏悔文，问您如理如法不，他现在还在给他念阿弥陀经和礼佛大忏悔文，很高，嗯，蛮好的，嗯，他应该 还要不小房子，在最多帮他再念到，你们最多的能力小房子也就是念到色界天了，嗯，好了，哇，能念那么高？那个那多少张啊，师傅？随便自己念吧，他会，我会。啊、好了，谢谢，感谢。他会托个梦给他的，那个啊、他念到色界天，他会托梦给他的。好了，做梦做到就不要再念了。谢谢您，那个，那个阿弥陀经还给他念吗？他说那个意思，他的。阿弥陀经可以停了，嗯。行好 ，OK， 写了那个谢谢师傅，他们自己拿去呗，拜拜。嗯。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